等大家发现他这样子就好了，不要去玩那种主流的，冲来跑来跑去，到最后什么都没有。好，我快吃完早餐了，等下过去了。一点点心得，没有很厉害，一点点心得。小胖子好。小胖他年底的时候，他年底了，你应该比较忙吧？你在聊天了啦。嗯，现在有客人吗？好朋友。好啊，我挂断了。好，拜托，你那来去哦，要不摆好就人来哦。刚来啊，讲啊在，你这来啊，讲啊在，是吧？这厉害呢。无来为个为讲啊在，那来就讲，但系是看不咧。是吧？但系是啊，你话难卖食啊，食咩食啊好，食咩啊，来啊，来啊你。哦，我后来发现小胖做的事情最近几年很好哎，因为搭配那个电网跟配电盘，还有人员政策哦，难怪小胖那么忙。大牌啊，也大牌。有一个，有一家公司叫华晨，好像我不知道华晨跟小胖公司做的事情有没有一样，因为华晨也是做那个厨电跟配电盘。赚到翻掉！我之前看在看，我甲买物件，我甲买遐，啊，人逐个拢在问，啊，怎么没有看到你爸爸？啊，他是我要跟大家讲，我挂上我。谢谢阿姨。我挂上我先讲。他儿子说他去太子爷旁边修炼了。啊，就很多人就讲说，不要再讲您爸爸的事了，那个阿嬷会生气。对啊，华晨标十倍啦、啊。所以那个小朋友在注意华晨，就是他可能跟你做的事情重复，对不对？就能源政策啊，厨电啊，因为台湾要台湾的能源政策现在在改变。以那个再生能源跟厨电为主，所以那个华晨啊、中兴电啊、威森也是做再生能源的建设，但是他最后一直他业绩成长，但是股价不管，股价没有在动。泰坦尼亚。我花贵，我伫遐咧食餐饭，啊，食火锅食伊卖遐，做啥物菜色素汤啊，啊，搁麻辣鸭肠，我着看伊叫我嘛个订啊，啊订十包啊，结果伊在咧讲，哎，讲伊迄个买几啊偌济，啊才半个人，哎，买啊对啊，一定啊，真唔错。咱家有买啊？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桌面有什么啊？蒜蓉枣、芡辣地枣。来，那今天就这样子哦，所以
希望太阳早晚点出来。今天就这样子白药。还有布拉布，布拉布，到这没有我的，没谁。今天没有。来，再下红条，红条鹅啊。那应该是贡丸吧？那是石目鱼丸吗？不是吧？是哦，石目鱼丸，然后有石目鱼，然后有鹅皮、章鱼脚，给你吃的啦。鲑鱼、泡秋、鳟鱼、乌鱼标，一把，然后恰章、石目鱼肚，哦，下面的七星炉。朱贵、雪斑、石目鱼、花花枝，很快呐，还要过点更小呢。然后海鲜跟羊肉卤。先生，海鱼标。啊，鱼标。海鱼标。海鱼标。是什么？我是领导，可以小找。没有，爱我爸不？不不不，哎，好济哦。想见我爸。有整条的石目鱼吗？有啊，这边右手边看到吗？整条的石目鱼，这个边整条的石目鱼。我可以看，谢谢。好，等一下过来哦。啊，变热，今天会很热。你有什么歪？医生哈。对。分几条？啊。分几条？一包偌济？五包两包。五包两包。五包哦，我买五包。五包的。分几条？今天有盒装干贝吗？有。一盒一盒的有。有淡水鱼丸吗？没有。我啊，我这边头。郑老大。这半。这恰章啊。啊，恰章这只啊。哎，对。哎呀，那边。好，我看嘛，看嘛，好。黑蒜头鸡哦，黑蒜头鸡它有它的鸡呀，前面的你就黑蒜头啊，啊你记得有？不知道？啊，你头没去改？诶，黑蒜头鸡不确定，啊要看一下。诶，一杯好。诶，你一个，你两，阿婆两下。多做嘿拢好，年轻人早。我讲过较大只啦。哎呀，价钱较贵啊。啊，伊是甲你斗俩呢。一只了，两个。啊，你不高啦。两个大只。对哇。当年咯，你也是。伊这算买啊，无算涨的啊。在哪里？红好，迄只好，迄只好。红草全着。这个是擦，爱擦蓝，爱这个白枪，这爱哦，白枪唔这爱这蓝哦，这怕蓝哦，爱擦哦。我来弄下，你考一张好了。对对对对对对。这三年啊，你弄吧。
服务员你好，佛跳墙有那个一盒的佛跳墙海鲜羹在这边，佛跳墙海鲜羹在这里一组的，这个佛跳墙一盒300块。佳慧早。掉进桶里了。好了，来了。两位，那这能办成吗？你今天跟我相遇？没有哈 ，OK， 没有，今天没有相遇哦。这扫把一下哎，扫把一下哎。你的吗？啊，你的吗？对。150就好。到蛤蟆，你有没有要说儿子卖比较便宜？哎，包子包，你要去包牛了？啊，你啊，你啊，发了我买一百块，没等你，没有。你买一百块，买几斤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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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个人买了500元的蛤蟆，他买了500元的蛤蟆，他到现在还在吃蛤蟆，还没吃完。那上月的时候，那时候乱玩蛤蟆，一次载了200公斤的蛤蟆来，然后他就直接他说500元的蛤蟆有没有人要买？啊，真的有人买500元，大概几公斤哦？想一下，那500元的蛤蟆大概二十几公斤吧，大概20几公斤。他这辈子不敢吃蛤蟆了，上次他在爸在这边卖500元的蛤蟆，后来就不敢吃蛤蟆了。你知道吗？20几公斤哎。这怎么卖？目标？包200，200包300。200包300哦。两包三百哦。今天目标200包300哦。今天儿子来。哎呀，乌鱼呢？乌鱼怎么卖？乌鱼怎么卖？哪里乌鱼？没有乌鱼啊？没有了，乌鱼要过了。爸爸，对啊，应该是木鱼吧？对啊，我树木鱼那天给拿三轮，到现在还在吃哎。你说这木鱼还在吃就对了。对啊。哎呀，乌鱼见。乌鱼健康啊，好像只有那礼拜天那天有而已。250。太阳早。哎，这个我拿200包。然后250。今天有载很多蛤蟆吗？没有啦，他不会载很多蛤蟆，他不会像龙王那样玩。
但是龙王那样玩太夸张了。那今天正常的蛤蟆。我跟你们讲哦，我连续打了3、4次电话回家，我连续打了3、4通的电话，每天打，我就是逼我妈去买美债 ETF， 我逼我妈买，我说服她买，我说输了算我的，美债跌了算我的，我逼她买，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。那你要两盒羊肉卤吗？对。还有肥的。两盒羊肉卤，现在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给他们。讲英文的哦，要讲英文的。帮我弄啊吧。他读英文。对。还有什么？还拿了。哎，你要吃？哎，你要。两盒啊。哎，你要。羊肉。Wait， OK。跳。懂什么跳？这简单的那跳不？他说：“等一下，他再看一下。”啊，你做单单嘞？哎，你讲啥？我你买晒过咯。没有栽培啊。我们下句话，我今天都带进去了，我就都去杀波人。他很少在这边买啊。啊，因为老爸受伤啊，爸受伤。我刚好有事情。他下礼拜他爸出啊。不是啊，那拜有就我去招等待拜一个我。不是这一拜，那拜。那拜啊，我好几次放手。我现在太累。拜一个没有困难。没啦，我知道礼拜日有，他都有信息，我有时候看，他以为有，跑两。那个是重播的，固定是礼拜天，固定是礼拜天。他说直播哦，我就我懂。没有，是礼拜天，对，都固定礼拜天。跑两次，固定礼拜天。我要开哦，开始。我拿一包，来，继续走嘛，去摆。等下就加子，拿用水去快刀子，去刀子刷一下。不是爱好一个花，爱好。不是这样花。大姐早。我这边来了。哎呀，你有没挖对？对吗？哎呀，能吃多呀，你看那，你怪怪呗。怪怪啊！哈哈哈哈哈。一边两层蛇，一边上大呀。就是蛇八六的。对呀。用劲的就是。我十二弄五百多张。用劲的，年轻的。一斤千六啊？对啊，我两千几嘛。我拢在个来，我十二弄五百。真那么贵呀！嗯，我十年拢无买嘿。你这个你两袋，哎，都还袂花。系啊，两袋千六。无啦，无啦，一斤千六，甲你讲一袋拢八六，你唔是你讲？好，我找，肯定找。我买啊，多人，对啊。土层很忙，对啊，土层固定的。因为主要是土层很，因为今天阿根没有空。阿根没有空，所以那个土城就交给那个阿松跟那个博南，先他们顶一个礼拜，下礼拜就正常了。啊，所以他的多方考量以后，他今天就过来。多方考量，他今天就在过来这边。刚刚到而已。刚刚到哈。哎，刚到一下下。好，你接我。这边是妈妈。没啦，没得飞啊，都阿你飞就好啊。一杯三百。哎呀，没话做，你今日是开机啊？三条两百。开机在咩？你唔是听你讲，你讲是英文咯。我讲对。你还讲是英文了？我咧甲你讲，我订要两袋多个金啊！你该讲啥？上大袋，一袋两头八两。你要吃饭有拿啦？还有这个，1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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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找你哪里？找我，那你上车这边，去我那旁边。没有，小姐要买几件哦？快点，我把钱放到吧，七百。好，需要几包？需要几包？要500。要500。我再。哎，来钱哦，你。啊，多少钱？一包，要两包。三十块。找我，找我。找我，找我。还有一个钱哦。OK。有个几包？OK，几包哦。来，我。